想聽到林鄭話辭職好過。最好你點埋邊個？冇咁就。自由甚至是新聞自由的，現在林鄭這樣提出所謂四大的措施，新聞界有沒有人接受的？請問是沒有？我沒有答你。哎呀，因為是很受影響啊，今次真的有些電視台都直播緊的了，是啊，唔係佢呢度直播係影我哋啫嚇，唔會影自己嘅。好，我哋開始。林鄭的電視畫面，你看到她的姿態完全像一個女高幹部，一向都在那裡讀稿，是毫無身體語言，就告訴你她仍然是什麼譴責暴力，是示威者、抗爭者不對。為了要平息這些她認為的麻煩，她就提出那四大的什麼措施。首先她要三個月的時間才正式用到撤回這兩個字，就真的太少太遲，大錯已經鑄成，香港整個社會的傷口，碗大的傷口，還有我們很多的傷痕是仍然正在流血中的。這場運動是並沒有大台，我們民主派不會代表我們在前線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骨折的年輕抗爭者，隨時是面對十年刑責的抗爭者，是代表他們發言，我們是說我們自己的說話而已。這個太少太遲，社會的傷痕是不能磨滅，在香港的歷史上是會永遠存在的。而他第二說監警會我加一些新人進去，這些新瓶舊酒或者是舊瓶新酒是毫無意義的。那兩位人士眾所周知都是他自己口袋入面的人來的。至於他說什麼高官落區啊，又或者找一些什麼獨立的人士啊，做一些獨立的研究，過去三個月以來你睡了覺啊，你完全聽不到民意的，現在你才說這個是無論是沒有意思的。五大訴求我們是缺一不可，是非常清晰的一個要求來。我們更加擔心的就是林鄭隨時是以退為進，就以為說最初的社會的紛亂是因為你們反對這個送中條例，現在這個送中條例是正式撤回了，不再存在了，社會是應該回復正常的，你繼續再有抗爭，我就有大條道理是真正大力地打壓你。這個呢大家是真的要小心的。現在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五大訴求，他做一樣那麼多，用三個月的時間來做了一樣那麼多。但是如果他是六月初已經一開始就不要用那些什麼暫緩那些這樣的字眼斬釘截鐵回應市民訴求，哪有過去那三個月的整個社會的傷痕累累的情況出來。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他亦都會說這場抗爭原本是為了反送中的，今時今日如果我們繼續有抗爭，他是會有更多的一些標籤下來，什麼港獨啊，什麼奪權啊，什麼是完全是反中亂港啊，任他說的，就搞到不單止是香港的人，以至是世界各地國際社會都不敢發聲支持香港，他以為用
用港獨兩個字，尤其是嚇嗰啲咩外國勢力啊嗰類嘅字眼咧，就可以嚇親外國人。所以今次整個林鄭嘅呢一套今日嘅政治嘅表演咧，我哋係不能接受。對於林鄭嗰個回嗰個説法咧，其實好清楚，你見到係嚟得太遲，講得太少，而且做得太過假。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呢一段説話咧，係經過咗三個月嘅係抗爭嘅運動之下咧出現嘅。但係我數一數喺呢三個月裏邊咧，其實有八位支持運動嘅市民咧係離世，有三位市民咧係失去咗佢嘅眼睛。有兩次的地鐵恐襲，有兩名市民被刀手斬至重傷，有超過1000人被檢控，有超過1000人被拘捕，有超過1100人被檢控。其實這個呢是很明顯見到在這三個月的運動過程裏面，市民大眾見到的就是政府的這種不作為，用了三個月時間去想收回兩隻字換來的，其實就是社會對於整個的是警隊濫用暴力是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之大的民憤。而這個民憤在今次的是即是林鄭月娥的談話裡面的說話裡面其實是沒有作任何的回應，而且仍然在她的作結的時候是堅持是要嚴厲執法。其實這個正好又代表了在林鄭的說話裡面是典型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做法，企圖是將香港市民呢是分化，亦都是鋪墊了如果一手軟大家都說不收貨，而那個的抗爭的行為是持續的時候，是鋪墊了他可以是進一步去覺得我已經仁至義盡之下，你還要繼續來，那就是說他為他自己稍後用這個是緊急法呢，亦都是留下一定的基礎。這個我覺得是很明顯林鄭月娥今天的是所謂的讓步，其實是一種假讓步，真鬥爭之下呢是希望能夠進一步去分化香港社會，令到就是市民大眾在群眾鬥群眾的過程裡面呢是可以讓特區政府這一種他自己所作的惡，他所縱容的是警暴，能夠置身事外，而受苦的正好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為香港社會的自由、我們的核心價值而抗爭的一班前線的抗爭者、年輕人，他為香港能夠生活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是前赴後繼。我覺得林鄭月娥、特區政府他如果用這種手段的話，香港市民是絕對絕對不會因為今天的來得這麼遲、這麼小的一步、做得這麼假的動作是會收貨的。所以民主黨好、民主派都好，我們都堅持就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也都覺得就特區政府必須要止警暴、制警亂，你才能夠呢是對應到當前的是社會的形勢，亦都是對應到當前的是民憤的根源所在。如果不是的話，你而家做的呢啲小恩小惠的東西咧，其實是無補於事，亦都只會令到呢一個運動咧係不會停息。胡志偉剛才所講的，我是絕對同意，我只是想補充少少。活在時差的林鄭呢，其實三個月才令到她去想起撤回這兩個字呢，的確是太遲，亦都面對著對於香港人現在面對著這樣的警暴問題，其實是完全不能夠解決問題的。我想特別指出，香港人現在活在惶恐底下，面對著這一隊已經失去了公眾信譽的警隊，我們需要的是獨立調查，而不是整色整水加兩個人進去監警會。更何況我想特別告訴香港人，監警會在制度而言根本是不能夠做到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效用，
所以林鄭是非常清楚的，而家加兩個人入去，先莫論呢兩個人根本就缺乏公信力，只係加兩個人入去監警會係絕對唔能夠解決現時警暴嘅問題，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需要嚴正指出。其次喺時機上邊，如果林鄭以為透過撤回方案就能夠贏取國際嘅信任嘅話，佢絕對係唔能夠得逞。國際社會非常清楚知道現時香港今次嘅呢個逆權運動所為何事，我哋係因為條例而起，並唔會隨住撤回條例而終。香港人經過幾個月，無論係血定係汗定係乃至生命嘅付出，我哋非常清楚知道今次需要解決問題嘅唯一解決辦法就係五大訴求。五大訴求裏面特別是雙普選制度上面的改革，這個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香港人跟我們一樣，都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Charles， 我只是有幾點很簡單地補充幾位同事的今天看到林鄭月娥這個遲來的撤回呢，其實反而是令我最看到的，就是他的整個處理手法上面的執迷不悟。我們見到他今天突然之間，哇，聽說突然之間就下午找那些建制派和人大去做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過去我們正正就是說，在政府在的處理各種的政策上面都是見到親疏有別，就是這種不公平的狀態。而他今天連處理這一件事，如果你當他是真的有心去給一個好的訊息，我們社會說啊，我現在不是這樣做事了，我會變了，我會聽到你們市民的訴求了，怎會又用回一套這樣的方法的呢？所以呢，這個已經是完全看到呢，政府今次只不過是使一些花招，希望就爭取一些民意，但是實際上呢，他完完全全是不明白，或者是有意是不去處理我們現在香港面對的撕裂的真正問題。而很多人可能就會問，我們現在見到他撤回了，那你收不收貨呢？這樣這個當然我們都說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了。但是呢，剛才很多位同事都說過，遲了很多才做的一個決定，撤回這一件事，我們不是只是說撤回啦，這個最少都是一個好事。但實際上啊，不是，實際上呢，就是過去了遲了三個月才撤回呢，那個責任啊，令到我們社會撕裂，令到我們現在出現了這麼多人的流血，究竟誰是負這個責任？很明顯亦都是林鄭月娥。向前看，我們要看回我們怎樣去爭取其他的各個的訴求，特別是第一個最接近的，就是講緊呢一個獨立的調查。頭先同事都講咗，而家嗰個做法其實咧係不足嘅，咁我都唔再解釋啦。但係根本問題始終係嗰個警權嘅反濫。而家用呢個方法去處理，絕對係唔會令到我哋係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嘅。而且咧，大家都喺度諗，我哋可唔可以令到社會用和平嘅方法去繼續爭取我哋要爭取嘅嘢呢？但係首先第一步就係要限制警權開始。我亦都係好恐怕政府而家用一個一手硬一手軟嘅方法咧，跟住就立呢一個嘅緊急法咧，將會係令到我哋香港嗰個更加係達到一個不可回復嘅階段。好，阿老師，時間問題我長話短説。正如剛才很多同事講咗，這個宣佈嚟得太遲，嚟得係太少，太遲導致到咧喺呢段時間發生咗好多事咧，已經令到個情況咧完全唔同曬。最主要係警暴嘅問題，這個已經變成咗而家整個運動當中大家最關注嘅問題。如果林鄭係希望解決暴力嘅問題嘅話，我哋要問個根源係乜嘢？如果你唔能夠喺個根源嗰度去解決，你點樣可以真係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呢？所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大家非常之關注嘅問題。如果你唔能夠真真正正面對問題嘅話，個問題係唔會解決得到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係必須要林鄭
佢真真正正去面對問題，提出一個完整嘅解決方案，包括獨立調查委員會，包括其他嘅訴求，佢都應該回應。林鄭，你過去三個月去咗邊啊？呢三個月你喺火星啊？你三個月前講話撤回香港，唔使俾你搞到反轉啦。而家我哋好多破壞，正如你自己親口講，你造成嘅破壞係不可饒恕，而且係不可逆轉嘅。你而家先至話撤回，遲唔遲啲啊？我哋而家唔係最關心撤回。而家係警暴嘅問題，而家係警黑合作嘅問題，而家警權大曬嘅問題，而家我哋整個社會係冇一個民主制度，令到呢個政府咧係會回應市民嘅訴求嘅問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嘅錄影裏邊最重要嘅信息咧，就係我手上邊cap 咗嘅呢張圖，嚴正執法，只係宣布撤回惡法，回應五大訴求嘅其中一個。六月九號三個月前公布就有意義，但係過去三個月，無數嘅香港人受傷，多人係喪命，警暴、警黑勾結嘅潘多拿盒子已經打開咗。點解講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冇獨立調查委員會，警暴、警黑勾結係不能夠制止。林鄭月娥今日出嚟嘅政治動作，公布話四大行動，其實就係包藏禍心，以退為進。唔好忘記其中一個就話嚟緊嘅時間，有高官、有特首、有司長落區，透過唔同嘅對話咧，想去解決問題。我只係會預計得到有更加多嘅示威者係會透過追擊呢啲嘅高官咧而引起衝突，而林鄭月娥就係想見得到呢啲衝突嘅場面係去出現，再進一步嚟緊嘅立法禁止蒙面立法係去禁止集會緊急法咧，就會等住香港嘅示威者。呢個就係林鄭月娥今日記招錄影最重要嘅信息，不是求和，係要打，係要嚴正執法。所以我哋要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定唔能夠收貨，因為林鄭月娥冇回應到市民嘅訴求。The Carrie Lam concession, so-called concession ticket, and my immediate impression is they are adamant about the five demands being met before. 可以同原本訂咗呢間房嘅議員咧可以換房，但係原來嗰位議員咧佢係開一個好大嘅forum， 就有成五六十人係必須要用呢間房嘅。咁我哋非常抱歉，我哋要喺呢一度完。如果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可唔可以我哋喺出面再講咧？因為我哋係呢間房，我哋本來係 book 到正話嘅六點嘅，用多咗時間，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多位